而喺今個月嘅27日，就有三位未滿14歲嘅年青人喺深水埗某屋苑嘅平台，將一啲嘅物件係掉落去地面。警員到場之後咧，喺佢哋身上係搜出咗一啲嘅武器，包括接刀同埋入滿咗膠彈嘅氣槍。另外喺今個月嘅29號，更加有三位13至14歲嘅年青人擅自揸走一架嘅小巴，同對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構成嚴重嘅威脅。呢啲都反映咗年青人守法嘅意識有所下降，令人非常之擔憂。更多精彩，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